偏爱的一只猫，反复变光，该累了吧，我无意狂妄，却被磨出了铁石心肠，讲起来会惊慌，前进诺言隔夜就忘，每当你决定奔放，我反被捆绑，惹的祸端由我来扛，我可以陪你狂欢，陪你荒唐，陪你纠缠，用以证明我们真的爱过一场，只怕最后究竟爱情长得什么模样，你和我想都不敢多想，天意不堪而已，关上手却不放，命运注定我们终要痛过一场，如果最后伤痛超出你所能够想象，别后悔会让伤更深，我可以陪你狂欢，陪你荒唐，陪你纠缠，用以证明我们真的爱过一场，只怕最后究竟爱情长得什么模样，你和我想都不敢多想，愿意不堪而已，关上手却不放，我最后伤痛超出你所能够想象，别流泪，泪让伤更深。你的意思是，我在你心目中并没有沈兰霞那么重要，所以你不需要付出相等的诚意。我跟沈兰霞的事情，你始终都很清楚。以前你都不在意，也不计较我跟沈兰霞之间的种种。那个时候你表现是这么潇洒，为什么现在你反而处处计较起来？现在我们既然要结婚，我就希望从今以后你的心里只有我，我不想史兰祥的影子还纠缠着你。如果你不能够全心的对我，就算结婚，我们也不会幸福。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够爱你，我们就不结婚了？李现，李现，李现。不要生气了，恒星，恒星，你能够忘记史兰霞吗？你能够忘记你们过去的那段情吗？我不要。我不要在你身边做一个多余的人，我不要，心。大口气，是不是跟小凡吵架了？还不是。那是什么事情让人不开心呢？爸爸，告诉你一件坏消息。坏消息啊？嗯。好啊，你说吧，我听听看是不是坏消息啊。小凡告诉我，史阿姨准备要搬家了。是真的吗？史阿姨要搬家了，我就跟你说是个坏消息吗？他们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要搬家呢？不可能吧？我也没听史阿姨说过啊。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想可能是……可能是什么？你快说啊！
可能是因为爸爸。我，因为我的缘故啊。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让石阿姨不开心啊。因为你要和吴阿姨结婚了吗？吴阿姨马上就要回来了，你和她结了婚，小凡和小兰就不能常常来我们家，我也不能常常去小凡他们家。我想石阿姨也觉得。胡说，石阿姨怎么可能为这件事情而搬家呢？我和小凡、小兰都说好你们要结婚的，你不肯，石阿姨她当然要生气喽。石阿姨会因为这个原因而生气，石阿姨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搬家。我看是你们这些小家伙、啊、又在玩什么花样了吧？我信就不信嘛！我说什么你都不信，那你怎么不自己去问石阿姨？准备搬家了，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嗯。怎么了？不想住这儿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也舍不得离开住的这么奇怪的地方。只是费洛凡把他的房子留给了孩子，而这里毕竟是租来的，所以呢，我想清空一栋空的房子，也可以省下一笔租金。从经济的观点上来说，你这么做也是对的。小凡和小兰。也舍不得离开。安翔，阿嫂。夏欣现在一定又高点了。是啊，孩子长得快。喝咖啡。蓝翔，你就别忙了。没关系，我这个妹妹就是贤惠。切。海默，喝杯咖啡。谢谢。武小姐差不多快回台北了吧？她现在可能不回台北了。毕方不回台北了吗？毕方想去欧洲玩。他说难得的假期应该去增长见识的地方。可是你们都快要结婚了，分开那么久不见，总该回来聚聚了吧。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很可能跟毕方一块到欧洲去。那很好啊，两个人一起去欧洲度假，又可以旅游也可以相聚。打搅了半天了，真不好意思。快别这么说，你记得替我向毕方问好。好，你什么时候搬家也告诉我一声，大家是邻居，好帮忙嘛。大嫂，再见了。再见。再见。再见。柯儿，你怎么一个人啊？夏欣呢？帮我开了门就进房间做功课，还帮我倒了杯水，让我很感动。那林仙呢？本来我们约好这个周末一起去看房子，结果闹得不欢而散。是对房子的意见不合吗？其实我们对房子并没什么意见。是每件事情到了最后，就变成三个人。三个人？怎么说呢？还有谁有意见？那第三个人就是蓝翔。
当我步入结婚礼堂的时候，他的影子会不会存在我跟林仙之间？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多少次我对蓝翔断念，我决定要娶林仙，可是到了末了，我还是想着他。我必须下定决心，要不是马上跟林仙结婚，不然就是把蓝翔求婚。你这是认真的吗？还是又要强调你那越困难越要努力的性格？我只是在想，在一切都还来得及之前。你的意思是说，在你还没有跟林仙结婚之前，还来得及把史兰祥给追回来？我不是没有谈过感情的人，却从来都不像这一次。想跟蓝翔结婚的心意是这么强烈，我对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只是我为什么会把事情弄成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做一件事情？说吧。能不能告诉蓝翔，我想见他一面，我想跟他谈一谈，让他给我这一次机会。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为你做这么一件多此一举的事。就算是多此一举，看在你我多年朋友的情分上，我就拜托你了。抱歉，我说过我不会再插手你跟蓝翔之间的事情。小赖、小凡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我和他们约好5点钟的时候啊，去过生日的小朋友家接他们回来的。那我们接了他们先去吃晚饭，然后再去看电影。好。你不会介意我也请崔仁和我们一块吃晚饭吧？你也约了他？他说好久没看见你了嘛，同时他也很想念小兰、小凡。直夸他们呢是少见聪明可爱的孩子。那是因为他还没有领教过两个孩子淘气的时候。崔仁脾气好，涵养也好，在某些方面我觉得他跟海默都要几分相似。相信假以时日，小兰、小凡也会喜欢他的。我想有这个可能吧。那天你还笑我这个做姐姐的说对你过度的爱倒变成个笑话了。姐，我很抱歉那天对你说那样的话。我知道你关心我胜过任何人，这点我心里非常明白。只是不能张三不成就换李四，李四不成就换王五，对不对啊？你还没原谅我的口不择言吗？其实我是看出海默的各种优点，我以为他跟武碧芳已经分手了，所以我才会这么说的嘛。我知道你对我特别的关心，但是我又过度的为你经营策划了吗？小妹啊，我现在弄清楚你和海默只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那么我就十分赞成你搬家了。才到，哇，好高兴！小凡、小兰是我们的小贵客啊，好难得请到他们。小凡、小兰，快叫崔波波，叫崔波波！今天崔波波请你们看电影、吃饭哦。这么大条的乌龟，又没有跟我说对不起。啊。
吹走我眼角的一滴泪，来不及闭上眼睛去挽回。我可以陪你狂乱，陪你荒唐，陪你纠缠，都已证明我能真的爱过你一场，只怕最后就叫崔伯伯。今天崔伯伯请你们看电影吃饭哦。上大嘴的乌龟又没有跟我说对不起。啊，是吗？啊，那天崔伯伯实在是太开心啊，不是啊，太高兴啊，太，那只小乌龟现在怎么样嘛？那只乌龟就叫忍者龟啊。哦，忍者龟呀、啊。只是一只乌龟嘛，下回姨妈再买给你们就是了嘛。啊，不，既然是我采的小乌龟，一定是我赔。小白，下次崔伯伯一定还你的小乌龟。没事，小孩子嘛，啊，没关系。对不起，哎呀，崔博士，真是，崔博士，你的眼镜破了，不能戴了。糟糕，这眼镜这一坏，我没办法看电影了。耶，我也不想给你看电影啊。小凡、小兰，你们太过分了，看我回家怎么罚你们。哦，不，你别骂他们，小孩嘛，就是天真善良，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这是小孩可爱的地方。来，坐。哎，坐。崔博士，不好意思哦，我应该给你一副眼镜的。不必，我家里还准备好礼物呢。小凡，肚子饿了没有？我们来点菜。我要吃意大利面，我要吃通心粉。好，好。崔伯伯也喜欢吃意大利面跟那个通心粉。你是跟屁虫哦！你是跟屁虫啊！小凡、小兰，没关系。崔伯伯本来就是跟屁虫。嘿，你是跟屁虫，你是跟屁虫哎！跟屁虫。林仙，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呢？林仙，好痒啊！你骗我！玩笑呢？我开什么玩笑了？哎呀！我以为你吞了一瓶安眠药，喝了一瓶酒。你以为我想自杀啊？你以为这样很好玩吗？你差点把我的心脏病都吓出来，你知不知道？谁跟你开玩笑啊？这个药瓶本来就是空的、啊，是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光的，而且这个药瓶一直落在沙发边上。那酒呢？酒是我喝的，不过也只剩下一点点而已。
你刚才是怕我着凉，所以才把自己这么温暖的外衣脱下，给我披上的。你还以为我吃安眠药自杀，所以那么着急要送我去医院。我知道，是我自己太不懂事了。本来今天两个人欢欢喜喜要去看房子，偏偏我又莫名其妙的自己出来，把好好的一件事给搞砸了。其实我不应该吃史兰祥的醋，我应该感谢他才对。我应该感谢他，因为我知道，他只要向你勾勾小指头，你就会跑回去。可是他也没有这么做。你妈妈说，他是一个非常明事理、非常善良可爱的人。像这么样的好人，我为什么要吃他的醋？我应该和他做朋友才对啊。你说什么？我说，我不应该吃他的醋，我应该和他做个朋友。老师，为什么你不介绍我们两个认识呢？我一直都想见他，也许我和他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如果有一天我负了你呢？那么我去天涯海角也把你抓回来。那我岂不是变成孙悟空，永远逃不出你这如来佛的手掌心？你知道就好，我呢就先把你这样子抓住。呀呀呀的，刘总经理出国，原本我并没有指望你会到公司来代替他参加每个月一次的业务汇报。刘总经理从美国打电话回来，特别指示我一定要参加这一次的业务汇报。我在想，科尔他应该也会参加这次会议，不知道你对他……既然是公事，我就不该有什么顾忌。若是私底下能避免的话，就尽量避免。那好，你能够这么说那就好。其实我并不想让你为难，到时候你姐又要骂我糊涂了。梅林结婚以后跟他先生道别，我本来很想把你调回来为我工作的，可是你姐姐不答应，我也只有听他的。柯总经理，我们可以开始。我想先请业务部的史小姐为大家做营业部门简报。我现在用手上这笔扇子来为大家介绍公司一切的业务报告。打开你手上的资料，在第一行你可以看到本公司发表的报告。那这张报告我还能看吗？韩江，你做得很好，很有内容，我要为你喝彩。谢谢你。我可以请你吃午饭吗？我还得回公司去。这是我早就料到的。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份荣幸了。
班长。风吹走我眼角的一滴泪，来不及闭上眼睛去挽回，往事再也追不回。我可以陪你狂乱，陪你荒唐，陪你纠缠，都已证明我能真的爱过你一场，只怕最后就可以请你吃午饭吗？我还得回公司去，这是我早就料到的，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份荣幸了。班长，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见你，有好几次，我甚至已经到了你家的门口，可是。并没有做错什么，过去你只让我觉得受宠若惊，现在这样反而让我有踏踏实实走这一路的感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白强，如果我们可以是朋友，是同事，见了面，我可以称呼你一声柯总经理，你也可以叫我一声史小姐，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姐姐早就看出我的心思，她说一旦我明白你对我的心意，我一定会感到受宠若惊。受宠若惊？我不认为我有什么条件值得你追逐，像你本身的条件。安霞，为什么？为什么只是凭你自己的想象来猜想我？你为什么不试着去了解我，给我一个机会，来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肤浅，这么不通人情世故？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很多不是单凭我们认为可以解决就解决的事。那问题来了，别后悔来不及。你认为谁会后悔？是我，还是你？在祈祷，希望你们又和别人去吃午餐。你来晚了一步，要不然你就可以看到史兰祥了。啊，史兰祥刚才在这里啊。他来公司开会，刚刚才走。那你没有请他吃中饭啊？我请了。是被他拒绝了。他认为你们不再是朋友了。他认为我们还是同事，还是朋友。那他岂不是口是心非吗？既然他认为你们还是朋友，又为什么拒绝和你一块吃中饭呢？
我回想过去，事实上蓝翔早就已经把我们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通通告诉我了，只是那个时候我不但没有仔细想一想他对我的警告，反而我还认为那是他欲擒故纵的手段。那你现在想怎么样？是不是看见他之后又旧情复燃了？即使他现在不需要你，你还认为能在他身边挤一挤也好，是吗？我欠他那么多，就连在他身边挤一挤的资格都没有。你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你对史兰祥的爱已经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明白地告诉我你不会和我结婚？因为在你心目中除了他容不下其他人。既然你亲口对我说，我马上就走。想啊，我爸爸过几天就要去澳洲玩了，你们又要搬家了，我一个人好无聊。我爸爸要和我阿姨一起去，他们可能会在澳洲结婚。我妈妈要跟柯叔叔结婚呢。哎呦，柯叔叔已经不爱妈妈了嘛。那妈妈可以跟小伯伯结婚了吗？风吹走我眼角的一滴泪，来不及闭上眼睛去挽回。往事再也追，我可以陪你狂乱，陪你荒唐，陪你纠缠，用以证明我们真的爱过一场，只怕最后究竟爱情。哎呦，柯叔叔已经不爱妈妈了嘛？那妈妈可以跟小伯伯结婚了吗？你真笨，小伯伯已经要跟我阿姨结婚了。那妈妈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们大人都是这样，我们小孩子也没有办法。你们还好，顶多是没有爸爸，我才要惨。我也不想搬家，搬了家就不能跟你玩了，别人欺负我，你也不能来赶他走了。我也不想搬家，小心我去你们家住好不好？去我家？嗯，我爸爸还不是会把你们送回来。我们去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地方，好不好？那我想想看。那我也想想看。有了，我们可以去我外婆家，我外婆对我很好哦。你叫他让我们留下来住在一起。好嘞，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不分开了。耶！小凡、小兰，妈妈带你爱吃的薯条、汉堡，还有炸鸡哦！快点出来！
来做晚饭哦。小兰，小凡，兰霞，兰霞，去哪里？海默，什么事啊？你有没有看到小凡跟小兰留给你的信？什么信？我才刚进来没有几分钟啊。我也刚回家，夏欣留张条子给我，你看一看吧。爸，你要出国，史阿姨又要搬家了。我和小凡、小兰想在一起，我带他们去外婆家住，我们会很好，请放心。夏欣，他怎么把小凡、小兰带走了？夏欣真是太不懂事了，他怎么可以这样乱来呢？我现在就去他外婆家去找他们。啊，海默，夏欣外婆家有没有电话？对呀。没人接，再拨一次看看。还是没人接。夏欣的外婆不在家，她可能不知道三个孩子去找她了。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我们走吧。哦。在路上应该不会迷路的，这点你可以放心。可是夏欣的外婆家没有人接电话，如果她外婆不在家，她会去哪里呢？真抱歉，夏欣每次都会出现状况，连累小凡和小兰。不能这么说，是小凡和小兰喜欢跟夏欣。我想夏欣是反抗我和碧芳到欧洲去旅行，才会想出这么个主意来惩罚我吧。也是因为我要搬家，两个孩子舍不得和夏欣分开。他大概又出去打牌了，他常常出去打牌，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我们还是走了好了。我好饿，我走不动了。我也好，我走不动了。刚才坐计程车，花了150块，还跟我们去吃王米粉。嘿，那我要吃王米粉。好像没有人在家。
家？没人在。你们谁下啊？林太太，你好。哦，你好，夏先生啊。哦，足久无看啊。啊，恁叫我们去高雄看因先查某囝，你伊敢无甲你讲？我正问你哈，夏新有来找伊阿妈无？夏新哦，哦，就是伊，就是有来跟两姨那做伙是毋是？对对对，就是他们呐。哦，因拄仔走出去啊呢，我阁叫因较细腻，唔通跋倒呢。好，多谢你，多谢你啊。他们应该就在附近，不会走远的。快点。收获真丰富啊！夏伯伯，你可以带着你的小鱼儿回家了吧？嗯，妈妈在前面等你啊。
吹走我眼角的一滴泪，来不及闭上眼睛去挽回，往事再也追不回，心破碎再破碎，被爱是最美。风吹走我心中的一滴泪，再没有谁能让我去迷醉。如果我懂得拒绝你存在的世界，何必在乎谁？吻你的嘴。感情只能只有我继续，你留在何处忘了回去。风吹走我眼角的一滴泪，来不及闭上眼睛去挽回，往事再也追不回，心破碎再破碎，被爱是最美。风吹走我心中的一滴泪，